你就甲咱中央讲，你这个精神为了大局，就是大公无私。今日为了大局，你希望党重新来考虑，就是大有无畏。今日看分林这个选举，如果咱所有员那无讲再度回头投入这个选举，恐怕咱一家会面临一个更加大的。一个情调对伊来讲，存110天，时间太短。虽然伊对地面事务非常的熟悉，对所有干部非常的了解，但是重新要投入这个选举，115天是一个大的考验。但是我相信，无怨无悔，伊知影一局一个方向。伊嘛知影，要抹掉分离这个结构，他只能前进，不能后退。你知影？以任官长的任内，分人有进步，分人有改变，但是安尼敢会使？敢会使把这努力打出付付出的这代价，这成果都退回去家族这边？敢会当大家付出打拼这成果，搁在劳力每一个家族的身上？这敢是咱分人难免这种？需要大家做伙行一起来，虽然不容易，虽然真困难，但是依靠这个东西，依靠这个电影，还是拜托大家做伙安尼好不好？我特别感谢所有立委愿意承担这担，这担若无伊出来承担的时阵，我对民进党对这个国家，我负负责大责任。现在讲这三个月，我希望所有咱海线建设部门的人，和这局绝对爱赢，台湾爱赢，国民也爱赢，和咱民进党地方有关，继续是这样，继续是这样，光光光亮，继续是这样，革命革命。我甲国民人，伫这阵来，拢真拼，真心拼。今日有天干部，我们在学界征召的决定，其实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理由。这个理由就是我看到一张相片，我看到一张相片，中间就是条韩国瑜，左右两边就是条张玉山和张家驹，韩国张结合代表谁？韩张的结果代表中国势力正式跟台湾黑色的力量的结合，这个黑色的力量他们正在帮派化，正在贵族化，用这种的假术的幌子要夺取公共资源。我不可能把这紧紧看他为难，我拜托大家，因为想代表的，我需要你，还有我需要你，2020。